我要去你那里了，非常惊喜你会来，请把航班号告诉我，去机场接你。抱歉，霍小姐，让你久等了。刘云天，不美，你还记得 K 吗？现在是我吗？你还是这样穿比较好看。刘总，你一个女孩子，怎么能把自己过得那么的狼狈？我没的，你先上去。我再给你买衬衣内衣，出门准还有发胶。去哪儿？坐。 从这儿到机场不堵车，需要40分钟，您吃两根行。他不再让我学习，你是让我进行经济管理。今天是除夕，特意让厨房给您做了几道菜。你去拿我要的东西给我好吗？难道你不知道我从来不吃这些东西的吗？二位姐去外面给您找个胃药，但是我务必马上送上来。你这改变。 5分钟跟我聊天，让我开心一点好吗？霍小姐，你已经把刘雨天深深地烙在了你的脑海里。